Hello，晚安，好久不见。播个音乐先。晚安。嗨，晚安。有一种好久没直播的感觉，两天没播，很久不见 ，Rapper 很久不见。对啊，我还没吃，我好饿哦。等一下吃晚餐。对。吃播吗？对呀、啊，吃播的是。我发现我跟我妹好多天没见面了，因为我回来发现她不在家，哎，好好笑。很多天没见面，我们一直在错过。氧气是你 ，Hello 心莹 ，Hello 郑源。如果你爱我，你会来找我。你会知道我。我明天要闭关苦练魏全龙。明天要切换身份回来。Hello 鱼 ，Hello 鹿狗。Hello 冠旭 ，Hello 亚楠 ，Hello 凉凉，没有他你是不是很无聊？没也没有好不好？我有其他朋友，我有牧师女孩的其他朋友 ，OK？ 哎、欸，他买了米，他买了新蟹米，我看他这样，我只能从他的那个。桌子遗留下来的物品，猜猜他最近在干嘛 ？Hello Hoing，Hello Sam，Hello 果酱酱。今天浅浅开一个小时，然后我就去睡觉。哇，你们有那种感觉吗？就是当你很久没有睡到你的床的时候，你就啊 ，Hoing 在说什么？没有啦，你听那边谁在乱传谣言？怎么可能忘记你呢 ，Hoing？我刚刚说什么？我刚刚说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很久没有躺在自己的床上的那种感觉，就会很想要睡在就是自己习惯的床。虽然说我没有认床，就是我不会认床，就是我在饭店也可以睡得很好，但是在饭店睡觉跟在自己房间里睡觉的感觉就是不太一样。对 ，Hello 勇哥，谢谢硕婷的。与嫦娥共舞，中秋节要到了。Hello 阿佳 ，Hello 华哥，你爱我。小广妹先晚安，我等一下吃东西，因为我飞机餐没什么吃。谢谢品客的萌新会员票。Hello 永尼，阿佳你还在球场上班？有给你封吗？超封，超给封。你有看一个那个新闻报道，就是。我们有跟一个记者有跟我们一起去新加坡，然后他就问我一些问题，这样他又把你写进去。他说他一到机场就有新加坡的粉丝接机，你看是不是很有风，很给风，很有风哦。Hello 小熊，阿佳回来吃什么？我不知道，我完全没有点了。我跟他说我不要，因为呢，我去的时候没什么胃口，然后我就去的时候吃了，就打开来，然后我就没吃多少，我就不想吃，吃不太下，我就觉得很浪费，所以我回来我就没有跟他拿。谢谢秀秀的监听耳麦，谢谢秀秀监听耳麦。小熊回来了，我回来了。谢谢心莹的硬个棒，就也不是，我觉得是。口感问题，就我比较，然后就我都是吃青菜这样子。长隆的应该不错，可能
因为我不喜欢在很晃的地方吃饭，就是你知道我不喜欢在很晃的时候吃饭，我自己的问题这样。谢谢 Yuna， 哈喽俊，谢谢亚楠的吻手礼。对，青菜应该很少，我喜欢吃青菜。谢谢 Benz 的缘分相遇。明天算是可以睡饱一点，但是因为我不会唱那个日文歌，但明天不能休息，明天要闭关苦练味全龙，因为后天要有一点小验收，所以明天可能中午开直播，然后开完之后开始继续闭关苦练味全龙。对，我就不懂为什么我的行程都卡那么紧，然后我明天因为我那个我后明。我你明天练习嘛，然后我后天要先去录影，然后录完影再去验收，所以等于说我后天的早上是没有时间复习的，所以我明天就要复习的很完全，对，我明天就要刻苦练习。什么时候能休息？真正能休息的时间应该是28号。我要再撑两天，再努力两天就可以休息了。对对对 ，Hello 郑辉 ，Hello 嘉宏 ，Hello Ken， 大天接机的趋势。对啊，你的板板很拉风哎，离开某个地方就有很多风。A 大叔，呜呼 ！A 大叔很敢讲话。谢谢阿轩，阿轩玩没有啦？我觉得是因为刚开始，而且就是可能我有一点幸运啦，我幸运才会有工作这样撞在一起，然后。我当然希望接下来也都可以像现在这样子，忙是好事，对对对，对，忙是好事。谢谢吉野都去板妹的萌新会员票，你已经休五天了。对啊，我这个到这个月之后，这个月也没剩几天啦，剩五天了，我五天都会播。对对对，我接下来五天也都会播。对，明天开卖工程师机票，大家要不要来新竹看我们呀？有空直播，谢谢小润的红玫瑰。我是有吓到，我想说哇，这么大，但是我很开心，谢谢你给我很多风，很多很多风，谢谢勇哥，爱你。忙到没时间？不会不会，至少开一个小时还是有一点时间的。Hello Loon。Hello 亚楠 ，Hello 香港阿奇 ，Hello Vivian。为了西雅仔回浪，阿里嘎多国在吗 ？Hello 阿佳。喝饮料就是开心。新加坡一杯就要120块的饮料。谢谢勇哥。五十元只要55块的多多绿茶。喝起来就是不一样。晚安，伟伟。虽然说新加坡的物价太贵，可是我还是会买下去，因为我太想要喝饮料了。对，我都不吃，我不吃饭也没关系，但是我一定要喝饮料。对，我真心在想，我当然，我真心在开心。我花多少钱？我有200新币，我全部花完了。我最后一天。我刚刚在机场还剩17块，然后我就买了软糖跟巧克力。哇，有好多火箭哦！我就把那个17块花完。平常会喝茶叶吗？你是说哪一种？你说平常会泡茶来喝吗？会呀、啊、会呀、啊。阿佳开麦哦，阿佳。是说，但是你们如果没有办法那么常来，你们。也可以等我的班表出来，可是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会先买好，然后才再跟别人卖给别人还是什么的，我不知道。没有刷卡吗？有，我有刷一笔，是我买那个鱼皮伴手礼要送给那个其他工作的人，其他有恩对我有恩对我有恩，你看我脑袋已经快荡，对我有恩的人，对，
对的，我真的谢谢勇哥。哎、欸、Hoin 你这样子对吗？高铁票比较贵，大家也可以坐火车。有我们这个我们的那个社团的团长家居有帮大家谋福利，对，等之后下个月好了，有5张派立得。我在想，我不知道怎么运作，让我想一下怎么运作。但是我们在新加坡拍了5张派立得，要送给直播间的粉丝们。还没想好要怎么做，等我想好再告诉大家。对，有客制化权益可以做，可以写我的名字吗？可以写我的名字吗？那个球衣，对对，一人。哎、欸，我其实觉得工程师的周边商品都很好看，可是要怎么知道？哎、欸，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欸。哎，说实话 ，Yuna， 我也不知道。7个英文字 ，S H I H Y A， 刚好6个。西亚，或是你也可以四亚，月榜前5。其实下个月呢，怎么样？这个月感觉已经不够成熟，还达不到你的要求。客制中文可以客制中文吗？我不知道哎、欸，要问一下有没有诗迷们啊？因为太赶了 ，Sorry， 勇哥。你走以后。谢谢五一的缘分，苍蝇雨，难道真的是借口？难道真的要时过境迁了以后再懂？倔强说不通。其实我是有多买那个伴手礼，但是我不知道，就是，让我想一想。我现在呢，今天还不能想。今天这个晚上呢，我还没有办法想太多的事情。明天呢，我也没办法想太多事情。大概要等到27号结束之后呢，我才可以想比较多其他事情。目前呢，我现在想的只有我等一下要吃东西，跟我明天魏全龙的应援，哪一首歌是哪一首歌，哪一首歌怎么跳。对，我目前只能先这样子，你们不要考验我的脑力。我的头脑毕竟已经运转了10天，我头脑已经 loading 了10天了，对，而且还是狮龙交错的10天，一下是狮，一下是龙，一下在狮，一下在龙。我前面还没去新加坡之前，我要一边练魏全龙的舞，然后中间再卡一下工程师的舞，再练一下魏全龙的舞。啊，要不行，还要复习一下工程师的舞，再复习一下工程师的舞，然后他赶快魏全龙，我们要赶快对狮龙交错，没错。准备的食物可以吧？还不错哎，其实。谢谢杀手君，但是因为我不吃饭，后来都是练龙了吧？哎，你说现在，你说后来是什么？后来没有，我靠近去新加坡的时候，我就开始练新加坡的，对。有，我有吃泡面。酷酷啊，你在干嘛啦？酷酷啊，你干嘛？酷酷，酷酷，等一下，哎，这是说，稍等，你在干嘛呢？你干嘛一直叠叠？猜不透是哪里出了错。恋爱的进度有些落后，气象报告你也喜欢我，怎么会还无动于衷？气象报告天气很不错。Hello， 微微，脸颊红红，我也很想跟你做朋友。怎么样啊，勇哥？你们觉得篮球赛好看吗？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就是我第一次坐这么近看篮球比赛。就是你看到那个投篮进球那些瞬间，是真的蛮猛的，就是有一种震撼感。你第一次看你直播，谢谢李怡来看我直播。对啊，我那位置很近，就很高强度的运动。
我就觉得蛮有震撼感，就是投进的瞬间，你真的会想要欢呼，对，可以丢。而且工程师的主场是真的，我觉得很好玩，大家真的可以进来体验看看。对，你说欧师傅吗？谢谢李一追踪。上到哪了？上到哪了？我数一二三，木头人，再不表白天就要黑了。我真的很想问，你是害羞还是太迟钝？我数一二三，木头人，给我一秒心动的眼神，我期待着。谢谢浪场的会员票。叫陈诗雅，如果我是杨绛的话，我也会被改名叫狮子的狮，是不是？我也会被改名叫诗雅。如果我是杨绛，可惜我不是杨绛，对，我是普通人。我数一二三，木头人，再不表白天就要黑了。我真的很想问，你是害羞还是太迟钝？我数一二三，木头人，给我一秒心动的眼神，我期待着，因为有你让爱情能完成，因为有你让爱情能完成。谢谢梦想的告白气球，谢谢兔子宝宝，谢谢天竺鼠车车的兔子宝宝 ，Hello 琪琪，会挂在我房间，赞哦，成为一个纪念品，谢谢 Hello Ivan， 晚安晚安 ，Hello 静，你为什么一直进来呢？等我一下，酷酷啊，哎呀酷酷啊，你为什么要一直进来？小心啊！嗯嗯。AKB 跟拉队一块活动吗 ？No， 我已经卒業しました。我已经毕业 AKB 了。晚安，杀手狙。对啊 ，Cookie 没人陪 Cookie。梦想我有看到。谢谢梦想来接机。夏天傍晚，我都会期待唱歌的船。嘿，把星星都吵醒，月光晒了很凉快。Hello Kenny， 对呀，我已经卒業しました。1年前に卒業しました。居然跑这么快，我刚刚有跑很快吗？我不知道。谢谢 Ricky 的蜘蛛娘。我说我懂了，会不会太快？未来第一天要展开。家居辛苦了，希望家居今天不是今天，希望家居这四天有玩得开心，有交到朋友。多么大吉卡，得吉达嗯达，不吉有那，哒哒哒哒哒。谢谢 Kenny。谢谢 Kenny 来跟我合照。Cookie 其实没有你们想的那么需要人家陪，对。Cookie 他本身是一个很有个性的狗，啊，开心就好。对。那个什么，我大家怎么那么快？我有 Bubber 啊，梦想。棒球、篮球的球员都什么？我目前队的，我现在对自己队的都比较熟一点，对。现在都对自己最熟悉，阿罗小松，你是不知不觉不见到你不是很习惯，你的眼神里好像也期待。我朋友真的变超多，对啊，没办法帮你记录立场，对他不能拍摄，对不对？我觉得这样是很棒的事情。我看到家居跟那个，谢谢 ，Thank you， 好。
我看到家具跟那个，我看到家具跟就是旅行团的其他人一起就是行动，我就觉得非常开心，就觉得说，哎，好像很棒哎，大家就是出来玩，不是只有就是跟着我，就是怎么说，就是。算说追星这样吗？不是只有追星，追星能带给你更多东西的感觉，不觉得很棒吗？我觉得我是觉得蛮棒。今天吃啥宵夜？这个不是，哎，你有来啊？哎呀，原来冰块有来，冰块谢谢冰块。这个不是宵夜，这是我的晚餐。你们刚刚都没在听，我是没吃飞机餐，我今天一整天。只吃早餐一餐呢、欸，对啊，我觉得很棒 ，Yuna， 而且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旅行团，就是有几那个我们有请领队，他很认真的在讲解，我就想说，我上次来都不知道这么多事情，就是哦，转身我就消失，没有，因为爸爸已经到了，我要赶快去找爸爸，对，我吃沙茶面。梦想，我有看到你，谢谢梦想。哦，那个辣椒真的好好吃哦，那个是什么？我只知道那是河粉，鱼丸河粉。对，然后我发现新加坡的鱼丸超 Q 哎，就是好脆哦，就是很不像我认识的鱼丸哎，就是脆到爆。嗯，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那个东西，反正就是很脆，很像。咬一口它会跑，它会弹掉，它好像会弹起来弹走的那种感觉。然后那个汤超好喝，然后那个辣椒超辣，超级爽，原谅我用爽这个字。然后我每天都去拿，我第一天去拿之后，我第二天再去拿，然后第二天那个阿姨是同一个阿姨，然后我就去拿，然后那个阿姨就记得我，她就说好吃哦，阿姨推荐的准没？阿姨推荐的没错吧？我就跟她说，对啊，很好吃哎，我每天都要吃这样子。对，新加坡料理辣吗？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那个生辣椒很辣。对，而且我其实觉得我很猛，你知道，我觉得我很猛。饭店是高级吗？是是是，五星级饭店，是配合那个篮球赛，那所有篮球大家都跟篮球赛有关的，都住在。那边应该是有赞助之类的，对。那个我刚刚说什么？我觉得我超猛哎、欸，就是呢，我其实觉得这好像不太健康，就是我忘记了。但是我每次就因为我们的饭店就是早餐就是那种自助式早餐嘛，就是可以拿很多东西嘛。然后我就是有先我当然有拿，我还有拿优格啊，燕麦优格啊，然后面包那些，还有拿那个面。然后我都会，我是喜欢我吃自助是喜欢先一次拿很多，然后慢慢吃这样，然后我就拿了一次拿完很多，然后我就坐在位置上吃，然后我每次第一个都选择吃那个辣的那个面，就河粉，然后我第一口吃下去才发现，哦不对，我今天的第一口是一个超级辣的辣面，我完全没有在为我自己的胃着想。然后就觉得整个胃在燃烧，但算了，没差，反正我就很爱吃辣，但这样好像是不太好。对，哦，辣的很爽，超爽。那个是你们如果你再想一下怎么样，我还在想。我刚刚有跟大家说了，我这个到28号之前，我先不想其他事情，我先放空其他部分。对啊，我每天早餐都有去拿一碗。而且我有时候甚至想要再吃第二碗，可是想说算了。对，我三天早餐都有吃那个河粉，鱼丸河粉。我是很想问说，那个鱼丸河粉是平常你们路上小吃也会吃的吗？对，晚餐啊，我们晚餐，我们晚餐吃什么啊？我们。第三天吃肉骨茶，第二天吃一个意大利面店的餐，就是卖意大利面的餐厅，然后第一天吃那个一个韩式料理，对，哎，
有一天中午去吃那个海南鸡饭的餐厅，然后我就没有吃那个饭。对，第一天的那个韩式料理嘛，因为我不吃那个饭嘛，我就只有夹那个冬粉，跟喝那个大酱汤吗？就是豆腐汤。我个人觉得那个冬粉很好吃，然后那个汤很辣。重点是那家餐厅很咸，但是其实我是吃蛮重口味的人，所以我就觉得不会不好吃，其实还蛮好吃的。对，可是我觉得男生可能会吃不饱。对啊。因为我很喜欢喝汤，又喜欢吃辣，所以有那个辣的汤，我基本上就很满足。对，我基本上就觉得很好吃。对，可是我觉得男生可能会，对啊，吃不饱，是吧？啊，你们有去吃其他宵夜吗？因为饭太像泰国米，因为新加坡也是吃长米，长米就是很像泰国米，香米，那我就不太喜欢那一种米。对。怎么又不知道是什么？所以我在新加坡都吃面比较多。包鸡，包鸡是啥？谢谢恶意大叔续费。我不吃饭，我就不喜欢那个泰国米的味道啊。谢谢家居的咖啡精油。你们下次吃泰国米，你们仔细闻那个味道，你们就会闻到泰国米有一种特别的味道。我不喜欢那个东西。晚安十一 ，Hello 呱呱。其实这次住的那个饭店跟我们上次我跟我妹去的那个区域是一样的区域，然后我就跟我妹说，好好笑，我上次来跟这次来全部都在做一样的事情，然后去同一个商场。对对啊，泰国米有一个特别的味道，是新的歌曲，不是明天啦，是后天。明天是我自己要复习，不是新的歌曲，是全部，就是有应援的东西。对，上次也是，上次的饭店是我妹找的，我不知道，好像是跟王星住在同一间。不是在球场附近，我不知道球场在哪。你因为我们出去工作就，我跟你说出去工作的时候很容易是这样，就是你根本不知道哪里是哪里，因为你都是上巴士，然后巴士到了你下车，然后你下车你就进去那个地方工作，工作完然后你再上车，然后又回到饭店，所以完全不知道场馆在哪里，你知道吗？但是我们知道饭店附近有什么，因为我们要去 Seven 啊，买东西啊，什么什么的，去附近买吃的啊、喝的、小零食、饼干那些，所以我们知道附近有什么，但我们完全不知道工作的地方在哪里。反正坐上去，然后就会到了。对，真的假的？吃茶三千很好喝。我带着他们去，我带全部七个人一起去买，因为我第一天，反正就是，这事情是这样，因为我第一天，工程师的人员们感情真的好，对啊，他们其实紧密度很高。我吃汤圆呢，我就是带少，自己的私服带太少，私服只带一套，然后不够。然后我第二天就在大家先回去饭店休息的时候，先走去附近的商场买一件衣服来穿，这样啊，因为我上次
就是已经去过那个商场，所以我对那边的路就很蛮熟悉的这样。然后我就路过吃茶餐厅，我就买了一杯来喝这样，不是，只是普通的，就是 H&M、Uniqlo 那种连锁的，赶快找一件随便买来穿这样。然后呢，我就买了一杯嘛，然后等他们都弄好了，休息一下，弄好之后，我们晚上就一起出去吃饭。然后我就跟他们分享我买的饮料，然后他们就觉得很好喝，他们就说：“哎、欸，很好喝耶，我们明天也要去买。”然后我隔天就带着他们一起去买，他们每个人都有买一杯，整个就被我大推荐。谢谢俊成、健全 ，Hello， 木易健全。不是，我第一天喝的是绿茶加鲜奶加珍珠。然后第二天喝的是乌龙加奶盖加珍珠，我觉得它的茶底是蛮香的，如果你们有机会去喝，可以喝喝看，就是它茶的底味还不错。梦想，我跟你报告一下，那间店是来自台湾，所以呢，它跟台湾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嘿，对，嘿，没错。那个是茶味重一点，比麦吉好喝，就是它茶味很重啊。可是我必须跟你说，它的做法跟麦吉是一样的，就是呢，麦吉也是单杯单杯萃，它也是单杯单杯萃，他们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哦。这个我要帮麦吉说话，他们都是单杯萃单杯萃的，所以我觉得都还不错，香港有麦吉吗？谢谢红玫瑰。走的路线不同，我觉得麦吉比较多，会有一些花样创意的东西。吃茶三间有点像在走纯茶，以茶取胜这样，对。你上个礼拜来喝哦，你喝什么啊？一定不是我泡的，对不对？味道就差在这里。走高粱茶路线有是，我知道的是现萃茶的有麦吉、吃茶三千，还有唐拜有一些高级的店。像在好园楼下的康拜，它是属于豪华版的康拜，然后它的茶也是现萃的，但我必须要说，那个豪华版的康拜，它的茶味真的，它绿茶很好喝，它绿茶超好喝，我每次去都是喝，因为你们知道，就是，它是真的比较贵一点，可是呢，因为松烟楼下不是天人就是这个，就是你没什么可以选嘛。那你喝酒的天人偶尔就想喝一下别的康拜，我就会喝康拜。然后我每次都点那个绿茶加小芋圆，你们可以点点看，我觉得它的绿茶味道很香。我很喜欢豪华版康拜的绿茶。Hello， 好好 ，Hello， 深白色。对啊，吃茶三千，唐拜替，你的唐拜替是豪华版的吗？我说的可是豪华版的哦，是豪华版的，不是一般有那个苹果冰茶的唐拜。对。你们下次去握手会的时候，可以去买买看。虽然握手会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可能还要很久，因为才刚结束。对啊，谢谢论的红玫瑰。还会有吗？你不能问我，我不知道答案。松花。这是刚才我喝了三碗汤，
你们下次可以试试看高级版，可是高级版我不知道哪里还有，我只知道松烟楼下有。你可以去喝喝看，我也还没喝过。你们去台中看显迪奇的时候可以喝喝看。对啊，松烟我就只知道在松烟。一杯要多少钱？你是说扛拜吗？还是吃茶三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70块吧，绿茶加小芋圆。然后我是员工，松烟员工，拿识别就是拿那个 BB 卡可以打九折，平日打九折，所以我是63块。好 detail 跟你们说，其实没有很便宜，因为它是纯茶，你知道外面的纯茶。外面的，如果你是纯绿茶底的话，可能是50块就买得到，然后加个料顶多5块吧。对啊，所以我觉得它没有加奶哦，它是纯绿茶哦，我喝纯绿茶。对啊，是纯茶哦，纯茶。我在天人买蜂蜜绿茶是多少钱？五十几块吗？55块，好像是55块。大家应该是喝天人比较多，或者是大家会互一起叫饮料，就是叫 Uber， 因为再怎么样喝来喝去就只有这两家，对。但是如果你去喝天人，你是成品会员可以打折。我比较喜欢绿茶跟乌龙，绿茶跟红茶，我比较喜欢绿茶多一点，应该都知道我去天人喝什么吧。对，我之后不会常去松烟了。考试哦，有，我会加糖，我都喝微糖。你们不知道我去喝什么，你们不知道。对，你报成品会员可以打折。No， 不是913，不可能，我已经讲过，因为我大概从2年前还是几年前，就是反正自从我频繁的开始买天人，因为在松烟工作，频繁的开始买天人之后，我几乎都喝这个，没有一个人答得对吗？让我试试。金粉不知道，可以原谅。谢谢大饼的鸡精鸟，我都喝蜂蜜绿茶。我跟你们大推过天人的蜂蜜绿茶，很好喝。天人的蜂蜜绿茶是，现在是怎样？全部人都新粉丝是不是？你们都小萌新了。我偶尔会喝一下珍珠奶茶，是奶精的珍珠奶茶。偶尔犒赏，觉得自己最近好辛苦的时候，我会点珍珠奶茶。蜂蜜最近好像不能调甜度，可是以前我都会少糖，对，以前我都会喝少糖。反正天人也是一个认真的做茶的，对。
晚安禁药，蜂蜜绿豆喝什么冰？我都喝少糖微冰吧，对，少糖微冰，小蜜小蜜。谢谢家居的告白气球。嗯，我觉得天然的蜂蜜喝起来是我觉得它是，可能是我这样讲可能有点，搞不好是我见识浅薄，可是我真的觉得天然的蜂蜜喝起来是比较像真的蜂蜜，然后比较高级一点。对，因为我觉得有些店的蜂蜜，你会因为很，其实你知道市面上很多假的蜂蜜，你们应该知道市面上是有很多它不是真的蜂蜜，它其实只是一种假蜂蜜。然后我觉得天然的应该是真的蜂蜜，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因为我觉得喝起来蛮好喝的。对，好，下次试试看 ，Yuna， 下次试试看。既然这时候在唱主题曲，谢谢硕婷的钟情玫瑰五十，好像没有卖蜂蜜绿茶、欸，有吗？五十还有卖吗？很多，对，龙眼蜜。你们没有人答对蜂蜜绿，所以今天没有绿草地可以听，这是对你们的惩罚 ，punish you。你们只能自己唱，谁叫你们要忘记我喜欢的饮料？No。你才不会走心嘞！你们不会那么容易走心呐、啊，你们早就被我那个训练成不容易走心的人，是吧？你们就自己唱啊！你们那么会唱，对不对？对，阿轩讲对了，你们只会花心，不会走心。嗯哼。你们对，你看，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要再对我好一点。嗯，家居，唯花心而已。家具除了包包上挂着我妹的吊饰之外，其他表现我还算满意。对对对，暂时好不好？暂时满意，对不对？你们这些人都是观察名单 ，OK？ 观察中 ，Morning Timing， 吐司哦，吐司边。吐司是吐司边，没有，我说的是家居最近，对对对，我就先不说我之前在味全球场遇到他这件事，毕竟家居才刚跟我去旅行团回来，帮我拍了很多照片，还准备了拍立得让我抽奖，对不对？我呢还是要做出一些回忆。先撇开前面的部分，我跟你说，我这个人是非常的，那个叫什么？我这叫赏罚分明，是吗？也不是赏罚分明，我这个人是非常的就事论事，好不好？一件事一个，一件事一件事，对，一件事一件事那个。讨论，哎，那家居，你有认识其他工程师的粉丝了吗？因为其他人感觉都是那种工程师狂粉、欸，他们感觉就是真的好热爱工程师的感觉。对对对，
家驹有认识到了吗？过去就忘了吧。没错，我们要向前看，向前看，向前看，向前看。钱呢可以兑换换成很多个字，对，对呀、啊。我自己觉得他们感觉是真的很想要这个球队好。我其实我之前在做功课的时候有知道，就是工程师其实是一个，就是因为他们主场很多人，就是他们主场进场，就是他们的主场气氛是很好的，就是新竹的大家都是很努力在支，很热爱在支持工程师的感觉，然后就有一种很大家一心的感觉。对，棒球还是篮球比较熟？我其实两个都看诶、欸，我两个都看。对，对，其实我觉得工程师其实有在主打亲子这一块，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他们有在做家庭这一块，但我觉得这个很没有很正确啊，因为不管是我觉得像魏全龙也是啊，你看那个4、5、6局可以小孩子上来跳，那个你是要进场很多场，然后你才可以报名，然后你小孩才可以上来跳。我觉得这些的策略都没有错，因为运动本来就是。以后球场问题可以找他们帮忙哦，真的很棒，对不对？对，反正就是我是觉得说运动这种东西本来就很适合家庭课啊，家庭一起来看多好，对不对？起来就真的有，对对对啊，他们真的，我觉得他们在新竹地缘关系这一块就是做的蛮好的，就是一些结合啊那些东西的，嗯，对，氛围很棒，嗯，我觉得整体氛围是蛮棒的。我带自己小孩去看，我要先生出来再说。晚安玉，对啊，天母玉这边也很不错，对，就是哦，而且我，对啊，我是蛮期待之后的主场的啦，对。对，我那时候其实在研究的时候，我是真的觉得工程师行销很厉害，所以我才会就是偏蛮想加入工程师，加上因为我没有想要走我没有以下说的话没有任何褒贬之意，但是呢就是毕竟你要选择加入一队，你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跟自己喜欢的方向嘛。那其他队其实我觉得很多篮球的其他队都是比较偏走性感一点的风格，对，我觉得对大部分篮球啦啦队其实都是偏性感风，但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工程师是比较偏没有那么性感，就是比较可能他们主打亲家庭啊或什么有关系哦。我自己本身比较觉得他的风格好像是比较我能够接近我的。其实他们没有不性感，他们也是，你看他们衣服也是两件事的、啊。他们我觉得性感是偶尔可以性感，就像，有主题日的时候，或者有什么特别主题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性感一下。但是呢，我觉得他们整体比较偏，对，就活力吧，对啊，活力，然后，对，比较清新，真的对，偏清新一点。对，我就觉得说有小孩子太暴露也不太好，就不太适合。对，但我没有说每一队的怎么样，就是我是觉得说每一队有自己的设定跟目标，我并没有觉得好与不好，就只有我自己来说，我自己适不适合而已。对，对我真的好喜欢那一套制服，我真的超爱，爱死了。我那时候就觉得，我那时候看到这套制服就 ，Oh my god， 好想穿哦，这样子。对，很多都会带小孩进场，应该是吧，哪一队的衣服最性感？像福尔摩沙 sexy 什么的，他们应该就蛮性感的吧？毕竟都叫福尔摩沙 sexy 了，还会不性感吗？名字里面都有 sexy 了，还不性感，怎么可以？对不起，这样对不起自己的名字哎。对，不欣赏某队，哎，你再偷偷告诉我是哪一队，八卦一下有没有？你知道我这个人最爱八卦，恶意大叔，你再偷偷告诉我一下。
卫权以外的感觉，我对卫权以外对的感觉，卫权以外对，你说他们其他啦啦队吗？我觉得棒球其实没有，棒球反而是，我自己觉得棒球来说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差异化，就是棒球是比较从一个方向发展起来，然后大家各自去变化，对，但是最近就是对棒球的差异真的比较没那么大。谢谢风玉的招财会员票。有点担心服装部分，Yuna 你不用担心，因为我本人也是有一点担心服装的部分。我之前我再强调一次哦，我这个人没有觉得肉身就是你的身材部分怎么样，我并不觉得这是不好，就是就像我很久也没有很久前我之前有说过，就是呢有些人天生生下来他头脑就很聪明，然后他因为很会读书，很聪明，这样天才一点，比较就是聪明一点，他可以去就是做比较厉害的工作，那也是他的天生的一部分嘛。那我身材好，天生身材好也是我的一个优势啊，那我也可以好好的运用这个优势，所以我对于身材什么的我觉得是就每个人自己去界定他想要怎么使用他的武器吗？就是武器，对，我最近的新理论就是我在想，因为我觉得不要迷不可以迷失在这个世界里，因为我觉得其实你有时候你要争取流量其实是当然是有方法，当然是可以很快，就是可是不能迷失，你要知道自己要追求的是什么。对，我要说什么忘记了，反正大概就是这样。你自己去选择你要怎么使用你的武器，对对对对，你自己去选择你要使用自己什么，使用自己的武器啊，你想要怎么用，有些人就是武器偶尔用一次，有些人就是 每天都在用他的武器，这就是你自己的选择，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呀、那我觉得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喜欢，譬如说有些人就是觉得啊好身材就是露出就是给大家看很棒，那他可能就会偏这样子，那有些人是觉得啊不要一天到晚那边露身材什么的，那你就会比较偏另一条路线的人，这就是不同的道路选择，对啊，自己去选。 Hello 科技玉，对，反正自己对得起自己就好。我腿短短，这是在偷偷赞美吗？偷偷取笑吗？行，赞美之时加，以为加了一个很可爱，就没事吗？你以为？赶快补一句，好可爱哦！你腿好短了、哦，好可爱哦！这样，以为这样就没事吗？Hello， 装 ，Hello， Little Sugar。对啊，反正就是要走出自己的路，好不好？大家 ，Everybody。幸运礼物，我们排球也有啦啦队，有吗？这什么歌啊？没有唱歌哦。没有还不确定，10月3号、4号还不确定在哪一侧。知道了会马上在神秘群组说，你们都很厉害那真的是张韶涵的歌恶意大叔在跟什么风，你们怎么会知道那是张韶涵的歌，他一句话都还没开口你们很棒怎么歌路这么广，比我还广，对，
对，加入群组才会提早知道哟，而且是超级提早。我跟你说多提早，你知道吗？就是那个队长一马上告诉我，我就不到十秒就会告诉大家的那一种。你可以不到十秒就可以拿到消息，哎对，就是那么快速哦，好不好？还会有一些我吃饭吃什么、长什么样子什么的那种照片哦，随便乱更新的照片，对，还可以跟大家讨论科技讨论，对。DC 可是没办法啊，我要照顾我的海外族群们。嗯，毕竟野心要大，海外的市场不能放，好不好？我们视野要广，我们不能狭窄，视野狭窄。对，我们视野要广。DC 比 Lodge 好用，其实。可能大家会像我一样，就比较不知道怎么用，所以一开始不知道怎么使用，对。但我到现在也还是不知道怎么使用，我就在乱用，对对对，我在乱用。纽约，我好想去纽约哦。梦想喜欢 DC， 什么？但不进群的很多大神也这样，什么意思？这句话我看不懂。对啊，我还会创频道哎，虽然你们都没在用那个频道，我还有创科技讨论区哎，我给大家一个友善互相切磋的空间，好不好？丢很多礼物但不进群，谁？大神们，我怎么都还没遇到，我怎么都还没遇到这种人，还是有。有一个海带一直卡在我的牙齿里面，算了，我等一下再用。哎，11:32了耶，怎么那么快？谢谢梦想的一颗星，我好想打喷嚏。哎呀，你们谁在想我？哎，我今天要播浅播一个小时，哎，待会又聊开了这样子，好好笑，还想打喷嚏。谢谢阿宝的双手比赞，不是，怎么那么鼻涕痒啊？不是鼻涕痒，鼻子痒。OK， 我要先念排名啦，反正明天12点又会开啦，明天12点可以继续聊，对不对？对，因为我刚坐飞机，实在是因为我们飞机有点 delay， 然后前面大家就坐在飞机上，然后。我就谢谢 Ricky 的告白气球，我就这样睡得还蛮熟的，我就刚上飞机，然后就开始睡，然后睡得蛮熟，然后起来发现，哎，怎么还在原地？哎，还在地表上面，然后想说，哎，我睡得很好哎，怎么还在原地？说啊，原来是因为他都没在动，难怪我睡得那么好，对对对对。delay 不知道多久哎，谢谢为了下载会让的告白气球。反正那个时候第一次入睡，我睡得最安稳，然后后面就开始睡不好。没有，不是不听话，是因为我今天搭飞机就是你知道就偏狼狈。对对对，我没有坐靠窗哎，我坐靠走道。对，嗯，好像3点登机也有 delay。然后坐在飞机上又 delay， 所以就是总共好像花了快5个多小时才到台北吧。我记得我从关西机场飞到夏威夷只要7个多小时，我快可以飞到夏威夷了。对，我快可以飞到夏威夷。哦、OK， 好，对，没有商务，你看是不是可以做很多事情？但那个长龙的空姐有一直来问我们要不要喝饮料，他没有展现那个诚意，对对对，他没有赶快先付小点心给我们，算有诚意，好不好？哎，我要先念排名，谢谢。第 b
蹦蹦蹦蹦蹦跳。实名是为了是亚仔和浪，第九名是舒婷，第八名是勇哥，第七名是 Jimmy Joe， 第六名是梦想，第五名是大饼，第四名是家居，第三名是心仪，第二名是 Ricky， 第一名是亚楠。哦，恭喜亚楠，我没来多。亚楠想听什么歌？又是我自己选吗？下个月去哪玩？下个月应该还没有要出去哪里玩，先努力工作。你看，我就知道亚楠会说这句话。Hello， 香港阿晴，那我们要唱什么歌？我们看下一首是什么歌，因为这首我不会唱。听你说，听你说，好，可以啊。不行哎，有点不会唱哎。你看是不是 delay 了一个小时？健全，是不是 delay 了一个小时？啊、oh, ，sorry， 这首歌其实不太会唱。等一下，我再想一下。难过，你肩膀可以辽阔，你帮我带走乌云吗？哇，不会唱，换一首。嗨，你好，半情歌好不好？哎，没有歌词。偷凑我花接受凋零，风接受追寻，心的伤还有一些不要紧，我接受你的决定，你将会被谁抱紧，唱什么歌哄他开心，我想着天空什么时候会放晴，地球不曾为谁停一停，你的明天有多快乐不是我的，我们的爱是唱一般的歌，时间把习惯换了窗口愈合，也折射我在想你的资格，你的祝福一半甜的一半苦的，像我手中扔掉的可可，最最叫人残念的总是未完成，我只能唱着一半的歌。明天应该是12点集合，中午，我说中午，不是凌晨。你将会被谁抱紧？唱什么歌哄他开心？我。想着天空什么时候会放晴，地球不曾为谁停一停，你的明天有多快乐不是我的，我们的爱是唱一般的歌，时间把习惯换了伤口愈合，也折下我在想你的资格，你的祝福一半甜的一半苦的，像我手中冷掉的可可，最最叫人残念的总是未完成的，我只能唱着一般的歌。我今天去逛新加坡一个超市的时候，然后新加坡有卖那个，
他有卖一个假麦克风糖果，他是做成麦克风的造型，里面是糖果。我就在想说，我要不要买这个来当我的麦克风？但我后来还是想想，我不要乱浪费钱好了，我就放回去。对，都是我的，我们的爱是唱一半的歌。时间把习惯换了，伤口愈合，也转向我在想你的资格。你的祝福一半甜的，一半苦的，像我手中烂掉的可可，最最叫人贪念的，总是未完成的另一半的歌。小明晚安，但是我要下播了，明天中午12点见。贵不贵？我没看价格，他没有写价格哎。可是我猜新加坡的东西都不便宜，所以我后来就放回去，因为我想说，反正口红也可以当我的麦，然后眉笔也可以当我的麦，然后什么都可以当我的麦，我好像没有必要买这个东西。好啦，明天见，我要去洗澡睡觉，躺回我熟悉的床床。大家晚安，明天中午见。